昨晚發生的噴射船撞船意外，目前仲有21名傷者留醫，包括11男10女，其中有澳門人、香港人、大陸和台灣人，除了一個人情況較為嚴重之外，其餘的人全部情況穩定，而航班就在今朝11點全面恢復。黃彩晶報導。顺德中旅船务行政总裁兼董事何超琼继凌晨到过山顶医院之后，朝早再度嘅回医院探望伤者。目前仍然有23名伤者留医，船公司话会派专人协助伤者同佢哋嘅家人。依家基本上我哋有两至三位嘅同事咧系驻守山顶医院同埋呢个继凌医院，咁咧就佢哋自己本身或者系有家人需要有啲咩协助咧，我哋都会安排。船公司话已经安排部分要求回港就医的伤者返香港，有关的医疗同交通费船公司会全部负责。何超琼话公司的行船记录一向良好，对于今次事件内部会进行严厉的检讨。咁当然啦，出咗事故我哋一定会系好严厉咁样去检讨今次呢个意外发生嘅因由啦，亦都会系会本身我哋自己系必定要去做一个investigation 都係一個調查嘅，咁而家暫時因為個調查正進行中，所以我哋要等調查嘅結果出咗嚟，我哋先至可以清楚了解到今次嘅意外係究竟個成因同埋嗰個責任方面係要點樣去處理。而出事嘅兩艘噴射船仍然停泊喺港澳碼頭，並用布遮住損毀部分。港务局已经派人验船并调查意外起因，而喷射飞航就在朝早11点